对我们这些三次过雪山，两次过草地，九死一生的老战士来说，这也是一次极为罕见的艰难征程。沿途敌重兵疯狂围堵，无日不战，茫茫戈壁，惊煞扑面，喝气成冰。我们身着单衣，粮弹无计，一路拼死苦战，孤军挺进。1937年1月，我们攻占了河西走廊重镇高台临泽地区，这是西路军渡河西征后的一个重要胜利，但也是一场生死决战的开始。今天其他的就不说了，啊，跟徐向前的队伍打了两个多月的仗啊，把嘎娃们着实在是累坏了，啊，这次跟这个高台临泽地区的决战，我们把老本都打上了。我再说一句啊，啊，这个。你们在前面打仗了，哎，跟个要的枪，要的炮，要的子弹，哎，要的人我都给，哎，要什么我给什么，我就要一样地盘，谁占了我的地盘，我就要他的命。谁呀，要是丢了我的地盘，我也要他的命，就这话。我先走了。嗯。苏苏侥幸，让他活到杨来。这个苏苏交代了，是给总少爷活的。你就给秦苏苏活段嘛，他都累了好几天了，给他活段杨来补一下。不干，上次我给他活了一口，他都把我训了一顿。你让秦苏苏活段嘛。女娃，到。我睡多久了？正好20分钟。超了1分钟是怎么回事啊？你都2天2夜没睡了，多睡1分钟咋个嘛？多1分钟也不行。棉袄哪来的？鬼房间给的。啊。鬼房，你让我回去。
洞里的可能有两三千发子弹，可能还有更多的呢。你放开我，你让我回去。去你的！子弹，子弹，就知道子弹，仗还没打，损失就这么大，你就等着受处分吧你。处分就处分，如果能有更多的子弹，我多受些处分也可以。你怎么这么混呢？哎呀！你们两个什么样子？怎么回事啊？你问他。科长，两三千，两三千呢？什么两三千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科长，情况是这样的：几个民团收编的战士报告说，城墙旁边有一个暗道，马家军撤退的时候，在那里藏了一些军火。老韩知道了，就带人去找，没想到这帮家伙做了手脚，在暗道里放了两个拉弦的手榴弹。老韩没搞清情况，就带人摸了进去，还牺牲了两个骨干。科长，至少有两千八百发子弹，这下我们可发财了。这回该给我立功了吧？立个屁功！桂芳说的对，不处分你就算便宜你了。报告，郑部长，请你马上到指挥所。好，知道了。是。去医院吧，别跟我嬉皮笑脸的，回来我再收拾你。都别干了，散开了，都散开了。哎，桂芳，哎，韩副团长，你没事吧？所以你下艇以后，一定要报告，做好准备，马上行动。是。来来来来，纪委同志，过来看看。敌人已经分割包围了倪家营子、高台。目前高台的情况十分危急。马步芳的目的很明确，就是要各个击破。刚才总部通过酒精转来急电，调你立刻回去，也让我们后方梯队立即做好撤离准备。现在有了总部的明确指示就好办。部长，按照你的要求，走的准备、打的准备，我们都做好了。我来。桂芳，桂芳，怎么了？不舒服啊？没事。老韩没事吧？他没事。桂芳，还生气呢？别生气了。老韩呢？老韩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这事儿做的就是冒失。现在什么时候了？正是要劲儿的时候，仗还没打就伤亡好几个同志。你说你有没有责任？不是我，你以后少给我捅娄子。桂芳，就别再生气了。妹子，三哥也得说你两句，你这炮筒子脾气也得改改了。你现在是营长，得注意点影响。你看你们今天闹成什么样子。再说了，结婚这么久，夫妻之间嘛，得恩爱，你说是不是啊？你要老这个情绪啊，我要走也不放心。三哥，你要走？部队马上要转移了，我有任务要先走一步。你和老韩一定要协助郑部长组织好部队转移。是。总说要给你们俩办个仪式，看来又要推迟了。等过了这阵子再说吧。走了。行动这么着转移，你的任务交给我了。啊，走！董局长他们怎么样？突出来没有？全部牺牲了。
高台，西路军所属红五军被敌重兵分割包围于城内，与敌拼死搏杀八昼夜，终因弹尽粮绝，后继无援，城破失守。军长董振堂以下将士3000余人，除极少数突围外，全部阵亡。马主席说的对，对红军就要拼命的打，你不拼命就打不过他，打不过他们，我们就没有地盘，就没命。动啊！动了。这他就是他的指挥所。是。董振堂就是在这里顽抗到底的。一官都打死了，就抓了这么一个活的，那问啥也不服。为啥死命的打啊？你害怕了？你是我的俘虏。别的就不说了，没子弹了，刀也砍钝了，血也流干了。如果我们要是有你们1/10的弹药和给养，今天咱们两个人的位置就该掉个个了。投降不？人家说的没错吧？啊，看看，人家吃的是什么，你们吃的是什么？人家手里拿的是什么，你们手里拿的又是什么？啊，打个高台，伤亡人数是人家的1倍多，这说得过去吗？再不好好的打，怎么对得起马主席？怎么就饿？今后对城里的红军就得想办法赶出来打，到了隔壁滩，那就是我们的天下了。是。把本给我。刘阿，你马上回总部，把这封信交给参谋长，然后把首长的指示给我带回来。首长，你去哪儿？我得回去。那我也回去，我的任务是保护你。你现在的任务是送信，执行命令。是。烧腿没有？没事，王医生，我挺好的。啊，拿着。哦，不要，我没事。不，拿着，我还得照顾前面的伤员呢，坚持住。
老康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不要问了，马上停止转移。什么情况？总部有什么指示吗？总部没有新指示。没指示就回来干什么？啊，走，老婆，不要回答，听我跟你说。走。这些天，总部一直跟我们联系不上，有些情况总部也不知道。周围的敌人围了我们好几天了，他们为什么不进攻？他们就是在等最佳机会。高台已经失守。行了，你不要说了，我告诉你，老秦，你是自作主张，你知道吗？你是自作聪明，知道吗？走，老彭。哎，老彭，三哥，三哥，你冷静点，你想想，老彭说的也有道理啊。干部长呢？在后面呢。王连长呢？带着尖兵班到前面去了。老韩，你怎么回来了？郑部长呢？去前面了。秦警卫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执行命令？你懂不懂什么叫服从实际？总部命令我们事情转移，不是命令我们送死。你给我让开！我不让。你再不让开，我就直接拘你了。你打死我也不能走。怎么回事？大队为什么停下来了？老秦，你怎么回来了？部长，情况有变，现在不能转移。为什么？现在高台已经失守，敌人马上就会攻击林泽。敌人的骑兵速度快，最多两三个小时就能赶到这儿。这里出了林泽城，方圆几十里都是戈壁。我们行动速度慢，防卫能力又弱，要是这个地形上被敌人一冲，那不成狼啃羊了？还有，周围的敌人围了我们几天了，他们见我们出城，为什么只打枪不阻拦？我看是有计划的。有什么计划？要不是你耽误时间，不到一小时我们就在三军街上了。没那么简单，老彭。三十军那边也有情况，我来的时候敌人正往那儿运动呢。部长，下决心吧。部长，总部命令怎么办？别说了，让我想想。真是，郑部长，有情况。说，敌人上来了。所有的人往回撤！为什么后面还有人？首长，我现在带人马上把他们救回来。回来。
距离太远了，来不及了。首长，封门。是。骑兵奔袭，仓促攻击，我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给他点颜色看看。有把握吗？有，要组织所有人上城，有枪的拿枪，没枪的拿刀、拿叉子、拿石头，近距离大量杀伤敌人。纪委同志，到，你有作战经验，由你统一指挥。彭林山，到，你协助指挥。是是。Thank you.
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别乱跑，别乱跑！你这孩子怎么不听话呢？哎，捅！以后别乱跑了啊！不行，我就是要和二爸在一起。安副厂长，来一下。来了。陈连长，刚才那炮打得那么神，我就知道是你干的。你腰都打折了，你是怎么上来的？我背上来的。咋样？一炮就把重机枪给干了，不错吧？你混蛋！他腰都打折了，你还让他上来？你太不像话了！你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我不让他上来，他非要上来，我拦也拦不住啊！秦科长，秦科长，我们这些伤兵撤退的时候是累赘，到了阵地上就是一股力量。现在阵地上只有战士和烈士，没有伤员，就让我们留下吧。
同志们，现在情况非常严峻。今天敌人没有捡到便宜，明天一定会更加疯狂。我们这人杂呀，为了统一组织，我宣布由纪委同志担任作战总指挥。他的作战经验和指挥能力就不用我介绍。彭林山，你协助老钱指挥。纪委啊，走，抓紧时间谈谈你的想法。是。这也不是什么升官发财的事儿，我也就不谦虚了。从目前敌人陆续到达的兵力来看，围攻我们的不会少于四个团，而我们的战斗力呢，只有一个警卫连和妇女独立团不到一个营。我们必须把机关和勤杂人员全部组织起来，充分利用城墙，和敌人硬碰硬，死拼到底。只有挺过敌人前几个攻击浪头，我们才有可能找机会突围。就像这核桃，碰硬不在大小，谁软谁先碎。报告。有啊，这是九军的陈云长，参谋长的信。部长，总部同意我们的行动方案，已经派九军协助我们突围，但是现在敌人已经切断了各方面的联系，大部队肯定出不去了。陈营长，城外的部队暴露没有？还没有，我们没有惊动敌人。部长，我建议我们组织部队出击一下，调动敌人，掩护少部分同志突出去。部长，我谈一下我个人的意见。我不同意。如果我们这么做，会很冒险。老彭，打仗没有绝对的把握，该冒的险一定要冒。我认为，如果贸然出击，我们会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。冒险不等于盲目。北面白天打过仗，敌人在那里的戒备不是很严，而且我们熟悉那里的地形，我们可以利用夜袭在那儿突击一下，把敌人的注意力转移过去。情况紧急，如果错过今晚，就不会有那么好的机会了。老邱，我跟你说，行了，现在没时间争论这个问题。我同意秦继伟同志的意见，就这么定了，让伤员和妇女同志们先撤。夜袭行动由秦继伟同志统一组织。是。李科长，到。东西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老李呀，这可是我们西路军的全部家当，它比我们每个人的命都要重要。记住，不管付出多大牺牲，现金绝不能落到敌人手里，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送到总部，明白吗？请首长放心，坚决完成任务。去吧。是。纪委同志，到。那就这么定了。只要北边枪声一响，我们的突围小分队就出发。部长，你放心，北边打得越热闹，他们就越顺利。嗯，行，就看你的了。总指挥，总指挥，怎么了？桂芳怀孕了。怀孕了？对呀，可她坚决不走，你帮我劝劝她吧。走。桂芳，桂芳，三哥，哎，几个月了？三个月了。多嘴。桂芳，桂芳，你呀，你是营长，你不走，谁带领突围小分队啊？再说，你肚子里有孩子，你这孩子就是我们的希望，你必须得走。三哥，你怎么不明白啊？现在这种情况，我怎么走？我不走。总指挥的命令你也不执行啊？我不执行。以前我什么事儿都可以听你的，可这件事儿必须听总指挥的。好了，我怎么了？好了。桂芳，你好好想想，你还能有几个孩子啊？你三哥，那你有几个营长？咱部队现在什么情况你比我更了解，
伤的伤，残的残，能打仗的有几个？这么关键的时候你让我走，我怎么走？我不走，坚决不走。桂芳，幺妹儿，幺妹儿，找我啥事？我要走了，我把它交给你，你要照顾好它。好。一直想说给你们俩补办个仪式，老是忙，拖到现在还没落实。今天情况不一样，再紧张，咱也得把这事儿给办了。桂芳是我带出来的。一个村参加红军的将近30个人，到现在就剩下我们两个了。桂芳虽然不是我的亲妹妹，可这些年我一直把她当作我的亲妹妹看待。过去我一直没能照顾桂芳，反倒是桂芳照顾我。现在是桂芳最需要照顾的时候，还是没能照顾她，可对不住你。老韩，我把照顾桂芳的责任交给你了。你们两口，哦不，是三口，喝了这碗白糖酒，就算立成了。三哥，哎，你今天这样把妹妹给嫁了，就是想完了事儿，让我跟着伤员撤退。你是不是觉得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？难道留下的就不能活着出去了？这酒我不喝。
咱打过多少仗，遇过多少险，我们都闯过来了。今天咱们也一样能闯出去。等革命成功了，我们就把全团的人请上。你给我穿上又好看又鲜亮的嫁衣，再抬上个大花轿，咱们敲锣打鼓，放着鞭炮，热热闹闹的，让我当一回新娘，好吗？今天的战斗和昨天不一样，一开始就会是泰山压顶。我要给敌人唱一出空城计，这样做有风险，但只有先把部队撤下去，才能减少敌人火力的杀伤，保存实力。这个险必须冒。开始进攻了，按原计划打，明白吗？明白。进着。
记着，一定要把部队隐蔽好，没有我的号声，绝对不能进入阵地，记住了吗？快去！是是。来了！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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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来杀！弟兄们，多抓住这丑娘们！杀！咱俩的白糖酒都没有喝，你就和孩子一块走了。今天我替你喝了，
怎么又是杨乃啊？我跟你说过，杨乃是个朱少爷喝的男人。赶快送过去，听见没有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我怎么没想到？我应该想到，你的耳朵是让炮弹给震聋了。我真该死。哎，对，来，拿着，拿着，孩子，拿着，吃吧。慢点吃。明娃，这个给重伤员，给他们送过去啊。重伤员，去吧。这孩子不错，你们俩弄得跟兄弟一样。嗯，是啊。米娃六岁的时候在米店里当童工，吃尽了苦。我们路过他们镇子的时候，他非要跟着当红军。我们走到哪儿，他都缠着我。后来我就把他带上了。看不出来，你这一员虎将心还挺细啊。我早听说你的脾气挺倔，肃反的时候直接从团长给撸到参谋了。干革命干什么不一样？受点委屈算什么？你这个人呐，跟我脾气有点像，真的，咱俩就一条不一样。有的时候，你的心肠还挺软，我不行，不行。看对什么人，对什么事了。走了。啊！
你们俩是第五兵团第三大队的？是。我给你们说啊，你们算聪明，来得及时，要不然我今天打过去，你们的命都保不了了，知道吧？知道。哎，你们提供的情报签证完全吗？嗯。我跟你们说啊，你们要是没跟我说实话，我就把你们的筋抽出来做马鞭，知道吧？慢着，到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带着突击队从安刀进城以后，先给我放火，扰乱他们，然后再跟狠狠的打。是。韩世宏啊，你知不知道你犯了多大的错？你有仇到战场上杀敌人，你怎么能杀俘虏呢？你知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？啊！你真给我们红军丢人，真给桂芳丢人！不准你提桂芳，你没资格！你给我滚滚滚滚！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咱就说了，咱说了！兄弟，你兄弟，我你疯了！兄弟，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兄弟，哎呀，兄弟，别打了！放开我！哎！出去！你给我老实点！是我的亲人，她不仅是我妹妹，她还是我的救命恩人。在突破漫川关战斗中，我负了重伤，伤口化了脓，眼看就不行了。桂芳为了给我找一种草药，一个人进了山，回来的时候遇到了狼群，她是把狼群打退了，可他自己差点没了命。你应该见过他大腿上的伤疤吧？那都是被狼咬的。我就是心里过不去。桂芳是你的妹妹，你怎么忍心下手啊？你怎么就忍心下手？老韩，别哭了，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。你提起桂芳，我这心里就像刀剜一样疼。他们抓到的怎么不是我，偏偏是桂芳？到现在我也无法接受这个现实。可那个时候你让我怎么办？让我眼睁睁地看着桂芳被那帮畜生抓走，像文护士和其他女战士一样被他们祸害死。老韩，你见过的红军女战士落到马将军手上后果是什么，你知道的。站起来，站起来。记着，有多大仇，有多大恨，给我憋进去，扛起来，牙齿要碎了，脑袋瓜子也不能打晃。敌人硬碰硬，
心里头什么时候也不能发软，明白吗？
报告马主席，我来了。那个林子嘛，有啥呢？又不是铁打的，土夯地是砖砌的。我的天爷，运了五个团的兵力，打了三天，干什么吃？马元海，你跟俺听着，我再给你两天时间，两天之内再打不下林子，你跟俺回家放羊去。幺妹儿，怎么管老韩叫二爸呀？幺妹的父母在长征的时候牺牲了，老韩一直照顾她。后来他就管老韩叫二爸，这还……三天了。这是三天极为艰难惨烈的血战，我们拼死顶住了敌人五个团的数十次疯狂进攻，仗打到这个份上是敌人没有想到的，而我们也坚持到了最后的关头。今晚我们必须组织部队突围。刚建成了，所有突围准备都做好了，现在是突围的最佳时机，还有三个小时天就亮了，下决心吧。目前情况来看，我们的部队几乎是弹尽粮绝了，必须拼死一搏，杀出一条血路。我看呢，可以马上行动。我补充一点，你说吧。留下二排长担任牵制任务，我觉得不合适。我留下。老彭，你不能留下。为什么？你要协助郑部长组织部队突围。老秦，我告诉你，上次你留下来是对的，这次我留下来也是对的。总部派我来协助突围，我的岗位就在这儿，我必须留在这儿。彭林山，有。你们这边只要一打响，我们突围行动马上开始。是，老彭，记着，
挺过这阵子，马上向东南方向撤退。部长，这是我记录的这次林泽战斗的情况，你拿着。老秦，咱俩的缘分还没完呢。你等我，知道吗？纪委，看看吧。三大助理会师到会宁呀，一部分过河西呀，一部分流河东呀。十二月天气寒，红军身上衣正担呀，脚上雪连连呀，独自赤脚还呀。西路军十号汉挥舞大刀把敌干，敌人开端杀不完，敌人杀不完，哎呀，阿月呀，敌人的杀不完，呀，迎不去的红军啊，带上了手榴弹，呀呀
敌人，冲下去拼呐！请几位。